各大官媒现在也上了浪榜，说北京增加了死亡病例2例啊，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。但是问题是，你们谁有本领？你们把这个2例病例是个什么情况的找出来？各大官媒都在报道这个新闻，但是大家都不说啊。这2个病例是男的，是女的，是多大年纪啊？怎么死的呀？没有，啊？有没有基础病啊？没有，啊？这个是非常神奇，啊！如果你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，你不应该要详细报道吗？没有。如果你说这个是不太重要的一个信息，你别报道它们，不就完了吗？不，到处都在报道。这是很神奇的一个事儿啊，这个不能理解啊，奇怪是吧？你们谁有本领能可以知道死亡的这个病例？就是在2022年12月18日，就是昨天了，0时到24时新增的这个2个病例，是个啥情况？你们奈特我啊？评论的也没有说的，这个神奇吧？这个新闻。奇怪吧，就莫名其妙嘛。